我即马吼带恁来，我来品管室吼，我麻烦阮的迄个品管主任甲恁做一个迄个介绍。欢迎光临来参观。我来为大家介绍哈，咱的青油恁为目前收入来，吼，咱来先经过品质检验合格，吼，才当送恁现场，吼，先送加工。安尼哦，嘿，啊，万不哩，若是检验未通过嘞，安尼咱车的油恁拢爱甲报废掉。啊，遐大只迄吉普车拢总爱报废掉哟。是啊，为着咱消费大众的健康，咱规批油恁一定爱报。哦，那屁股我真严呢。系啊。哥哥，什么是报废啊？哦，报废哦，就是蛋雕啦。哈，蛋雕，安尼毋是足无彩诶。真讲诶，啊，人头道处理毋是讲油恁爱检查合格，才会当互消费者啉啊。啊，若是检查无合格，就一定爱蛋雕啊，免疫性诶啦。哦，所以哦，真讲诶，即逝逝你来油恁工厂参观吼，你著爱加学一寡，知影无？知。我等诶。太阳地啦！哎呦，干不啦？你这样子一捧我就地哦，你拢就跑诶！我等诶，啊你今仔来参加阮公司的买诶，好，我感觉讲我做唔做？莫安尼讲啦，这样子邀请我吼，我抱着爸爸来。啊，对啦，啊恁公司要办这买个吼，一定有传迄奖品啦，哦啊，互员工抽奖要送伊对无？有啊，阮当然嘛有奖品，而且阮阁有现金的红包袋要互阮公司的员工抽奖。安尼哦，那你看，我伫买哦，要传只红包哦，互你员工抽奖。来来来，五档的，安尼哪会对啦？你是阮邀请来贵宾的。我哪能收你红包？你就晓讲我是贵宾啊！啊，贵宾出门哦，哪会当闹鬼对无？话讲转来，我吴敬荣，我粗培荣，我阿霞，我水果豆，我国际美容美发连锁机构，当时你敢美容店，我你袂有你？我来参加这拖头哦，啊，地平来摆出来对无？啊，收起，你收起叫我来，来，吴等诶，啊，你都已经讲到安尼啊，我嘛歹势甲你拒绝，啊无。多谢我等你的赞助。我跟我妈你讲，姐，臭伯姐，我你也早就过来啊。今仔日是家会哦，因办买个，还邀请我来，我贵宾，贵宾哪会知迟到？水哦。建良啊，我甲你讲，等你食饭的时阵吼，你一定要替姐啊好好交代我等，知无？姐啊，这唔免你交代啦，我知要安怎做。臭伯姐，我非得用在这也无得，对不对？但是让恁今仔日恁要骂声骂声，好不？啊，不用拼的哦，拼无下面哦。当然嘛，无下面，敢讲我会秘书哦？我讲倒转来，今日是家辉邀请我来，人我阁包一个红包呢，我怎么两个八嘴？秘书主席啊！真歹势呢，还来参观恁的迄油奶的工厂，刷了过你破费，我咧开一摊。大伯，免客气啊。大伯，你名啥物酒？歹势啦，我的名叫做吴春的啦。吴春阿伯，你名啥酒？歹势啦，秘书主席，啊，我吴春的吼，打开都无偌久吼，免啉烧酒啦。原来秘书主席。阮大家拢无食酒啦，啊无，阮拢在敬你啦。太岁，咱即个了过相亲，咱更加小李叔叔谢谢。好来，大家来个叫小李叔叔谢，啊个尹太太，啊要过咱这油腻工厂哦，咱这高级的主管哦，多谢多谢，多谢哈。谢谢谢谢。啊，卡谢你。哇，过来你嘛。啊，搿么你嘛？这个你啉唔够济啊啦，卖阁啉啊啦，哈！臭妹啊，自从我只狗吼识识你哦，甲今仔日，我发觉你今仔表现了上好。哦，我看你甲高伟啊哦，啊两个安尼每一道安尼共敬吼，吼，敢若袂输新郎甲新娘伫红敬酒共款。哦，啊，祝贺你双双对对，把你富贵来过来啉啊！啊！我等下，来来来，给你家小姐姐来。哎呀，
小王，说你嘞。哦，佳慧啊，迄啉酒就是最主要要啉无忙啊！啊，你讲泡茶哦，错不爱啉，啊，无像拄则遐个酒拢白啉的。啊，高兄，你哪安尼讲啦？人无当今仔日哦，真正啉足多啦。哦。无今年只小茶解酒的，明仔载起来吼，一定会足艰苦的。哦。来，我的人绝对袂艰苦。我来啊，高兄，你嘛。哎，这是茶啦。正。阿妈，你较早歇睏啊！啊，我扶你房间歇睏哦，行，歇睏。无等下，啊，你今日要歇睏啊！我会场还佫有做些代志，等我等去处理嘞。好，来，你怎么老是袂走？啊，你怎么老走？我住我一个老伙仔，孤孤单单来住的。哦，哎，左边，无安尼啦，会场我教阿英英哦，无安只陪你，我要你陪你转来。姐啊，我姐也都讲过啊，搁要带你回场处理一挂代志啦。放心啊，你若讲吼惊一人无伴，我留来陪你啦。哦，无当诶，歹势啦，我真正无走袂用去啦。啊无，明仔吼我则较早过来啦。吼，为你啊，你加油哦！啊，全家属啊，你别遐较早来陪我。好啦，我知啦，我先啦，吼，拜拜。再见。来，高伟过来，你们。喂，燕子姐啊。建良，你是毋是甲阮爸去学高伟姐请？对啦，啊，阮拄啊吼，甲初尾姐有在厝内歇睏尔。安尼恁姐啊，毋是搁啉到醉茫茫啊？是有在忙啦，啊，毋过你放心，我会甲照顾啦。小可来。燕子姐卡来啦。我甲你讲，哦，兄弟啊，你即摆老是咧大陆呢？我伫嘉义啦，伫大陆，我即摆已经倒来饭店休困啊啦。哎呦，啊你哦，我带几日老出去，你哦，着爱较注意个啊。啊，你个暗时咧困咧房间门个锁，即摆歹人足多哦。好啊啦，你莫伫遐讲一挂有诶无诶啦，较早去困诶啦。兄弟啊。啊！你是打电话恁爸的哦？嘿啊！啊，讲煞未？若讲煞哦，我甲恁爸讲一下。好啊，阿爸，阿爸要甲你讲话啦，你稍等下哦。粗皮啊死啊！做阮嫂，我爱我。你讲伊念出去，你爸爸有代志，我有伊念烦恼哦。你也甲斗烦恼，你晓得不晓得？我知影啦，虽然哦，阮开口就是对恁英弟啊，你来参观迄杨奶的工厂啦。也毋过哦，恁英弟若是有烦恼未起的工课哦，我会替斗烦恼啦，你最放心啦。啊，是讲初尾啊，我想要拜托你哦。即个新年头旧年尾哦，这台湾贼啊哦是狗甲袂输敢那猫毛呢。麻烦你若用的时阵哦，才乖乖边甲顺顺看看的啦，吼。啊，是要顺啥物看？是啊，恁倒是火烧厝呢啊。你莫乱笑话啦！等你是啉偌济啊啦！我举手机啊，都闻到你的酒味哦。我若无伫咧，是安怎哪有可能会火烧厝啦？我意思是讲，你到当时要火烧厝，我唔知咧。好啦，初梅啊，我甲你交代的代志，你也会记哩哈。若较清醒的时阵哦，就会记哩过我遐甲顺顺看看咧哦，吼。你拜托我，就一定要去，我再考虑看卖。再见。阿伯，阮爸是甲你讲啥？伊是不甲讲啥，甲我看电话啊！你准醉啊，卖插嘴啦！哎，对啦，啊是讲啊无时无准，恁老爸那甲什么人啉烧酒啉到醉干呢？阿伯，你煞袂记得啊？今仔日家父子也办买个啊，阮爸哪有可能无醉啦？哎呦，阿伯安尼食愈老愈无记忆，我煞袂记得啦！对啦，讲到家父啊吼。我最近来观察起来，恁老爸对这家辉啊，足有好感的。唉，可惜都因两个年纪差伤济啦。要那无哦，我就跳出来替因做一下媒人嘞。啊，是讲兄弟啊，若要叫你叫家辉啊，叫妈妈，你敢叫会出来？大件是叫人登记了啦，啊！落去参观迄杨林的工厂就好啊，我全部打电话叫我下来顺顺看看。
有啦，阿妈问我为什么拢有关啦，啊，表示无代志啊啦。哎呦，阿娘喂，今仔日落去食咖啡买个买个，要食到饱较济。哎呦，好，那感觉会冷啊，是咧退酒来哦。今仔顿，哎呦喂，好。摇摇猫，我叫做粉粉香。我讲你用用什么的新技术呢？我知，你一定是外星人，你坐火车来吼。我是花卉博览会红啊，啊，我今日来吼是要带你去佚佗。啊，佚佗？哇哇哇！台湾哪有可能有这么水的所在啦？敢讲这就是传说中的天堂？哇！你讲闹人来哦，我要死我，我流到裤子边呢。哎，别动，别动啊，别动啊！带我出去佚佗，我迄所在有够水的呢，迄一定是天堂哦，天堂。老兄，敢会知心呀？你甲我报明白，可能一个，安尼到底是几号？啊？臭婆仔你上，臭婆仔你上，死碰碰的，透早又过来肥的，臭婆仔你上。日头白甲床啊啦，好起来啊啦，老岁人睏啊久是咧睏啥个啦？使有影哦。啊，无茶啦，啊用着就无茶呢哦，臭不要脸上哦，啊工课拢无咧做啦。使有影。你这靠腰哦，透早咧肥，几点哦？几点嘛？我爱今日咧无做是做一困安尼，啊你还搁伫咧困？我来恁家哦，是要来摕肥料钱啦。人个头家哦，伫咧门遐咧等我呢。摕钱，你啊，你咧吹你吹奇怪，你惊钱拍给你呢？哎，你莫甲讲钱无去哦。钱哦，唔是无去啦，啊，不过甲无去差不多意思啊。无你即摆讲的什么意思？我听无啊。我钱无在我的身躯啊。钱无在你的身躯的，一定是你开去的吼。啊，无钱来生，敢会走哟？我头到恁林妈底下时，我有想着，我昨午啊，就交伊的买鞋有无？啊，我就袂记迄是肥料钱，我甲弄去啊包人啊，免来。你把肥料钱当作红包包给人哦？哎呦，我运气啊！人头家伫遐咧等我呢，啊，我是要来共交代啦。哎呦，紧流失的啦，伊遐较晚转来啊啦，无你免叫头家明仔来收哦。老张哎，哎，你怎来起来啊？
不容易啊！哎，叫啥来遮坐啊？嘿啦，我落尾来甲做表面上摕几条钱啦。啊，甲讲啥物哦？遐、那個、钱哦，昨哦，甲包红包包互你去啊啦。啊，该讲讲不该讲，你是讲啥？你肯定无做工过咧。无钱也毋较早讲的啦。害我安尼走几啊逝，你这么认得我的呢？啊，你也真好，随随念来，奇怪的小孩你就。哎，老邓哎，我后尾早顿来给你吃呢，来，你吃你吃。哎呦，我已经歹势咧，啊，头早无你买早顿我吃。哎呦，啊，你哪能遮客气啦？甲因弟无伫咧，我买早顿来给你吃，这嘛是应该啊。紧紧，摊小点吃。咁好。啊，你吃未啊？我已经吃过啊啦。哎呦。紧吃。哦吼吼吼吼！我讲好吃呀！哦，看你是咩来关系哦，我感觉讲好吃。老邓，啊，拄只听胖虎伊安尼讲，讲要给人的肥料钱，拢包伫咧昨昏的红包内底，即马无钱通给人，有要紧无？哎，无要紧啦，许头家我嘛定咧共拖，有当时拖一两个月啊，许头家就用袂倒咧。我才有钱啦，你先摕去给人吼。你免了免了，三班啦，你这等因爹回来，我叫因添过就好啊，你莫紧的嘞。老邓，歹势啦，害你为着要包红包，连肥料钱拢开开去。啊，你莫咧讲啦，哎呦，我讲红包还红包，哦，这肥料钱还肥料钱，这莫男男做伙。啊，重要是讲哦，你要买个办了成功，安尼较重要啦哦。老邓，多谢你啦。三八的，家己人讲多谢，拄着你，你真怎食哩？太小心食。这内底就是你的爱啊，无怪吼，这好食。痛痛的心，痛的人，一定有心事袂当。各位乡亲，啊，昨咱李处长有在讲，合作社幽灵来自108个牧场，这就是其中之一，叫做永信牧场。咱永信牧场是一个开放式的休闲牧场，即马咱就遮解散，予大家自由活动。啊，待下要食中昼顿的时阵，咱就来福利社遐吃饭，好不好？好。嗯，我这个羊奶奶比较会喝，较会喝啊，因为这羊奶啊吼，人家才拄出世才吃礼拜尔，啊你来吃吼，这奶奶吼太会喝哦，来，你喂它，你喂它，来这里这里这里，哎，哈哈哈哈哈，哦哦，嗯，啊你这是羊奶奶喂奶奶啊。奶奶在喝奶奶。先生啦，哎，阿奶，来，奶奶拄好听你解说员你讲哦，迄奶奶提安尼罐罐哦，啊直接互伊输，伊待下冲入伊第四个胃，安尼吼待好吸收，待消化，知无？嗯。哇，这羊仔仔出世伫这个时代吼，实在足幸福的啦。够咱这观光客咧敢饲奶咧。这羊仔仔会到这吼，互人去饲奶是牧场的主人规划的啦，这算讲真心实啦。啊，人这羊奶啊，较早野生的时哦，出世了啊，若咧食奶哦，拢会晓恶吠的。迄就是表示讲羊奶啊，囝对羊母友好。诶，借问下哦，宋哥啊，啊你出世红孩的时，恁老母若咧甲你饲，请问你用听用吠的？我出来过细汉嘛，啊，我母啊咧甲我饲奶哦，一定是甲我抱咧，啊，我安尼体咧体到足舒适的。那讲到你哦，不但是出世做红孩啊，都不好了。包括即摆吼，食到遐侪岁啊，嘛是同款，还阁真不好。恁爸安尼一挂财产哦，过命过乎你，啊要甲伊退也退袂转来。春梅啊，啊进前迄你是讲哦，今日医袂好，啊到时阵哦，迄财产若要过来咱天上，爱来买啥物衣衫水啦，啊迄个时阵嘛是你家己答应的啊。啊我即摆人已经好啊，我要叫讲过命过幸我，安尼敢无道理啊？爸，我有我的理由啦。你想看卖嘞？我即摆若过命转去给你，啊有一天你若有啥物万不利，爱托地哥来过命给我呢，啊你毋是足委屈的。我的。哎呦，有春的啊！
咱即摆开口走出来佚佗，毋是伫厝内面的，你嘛毋通甲恁囝咧吓惊。唔正惊咧，真正有影有够不好。对，妈咪不好。